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。如果您在休斯顿想置业，或者是您在休斯顿有物业想卖出，包括住宅地产、商业地产、农场、林场、牧场、公寓、写字楼、酒店等等等等，都可以联系 JJ 休斯顿地产团队。我是 JJ，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看房主题喽。这套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 Katy 这个区的一套学区非常好的学区房，它有4100多尺，一开门就是这样的高挑的楼梯。右手边是一个书房，这个书房是地毯的，不过如果您喜欢地板的话，地毯换地板是蛮便宜的。然后再往前走一点呢，这个地方是车库的位置。打开这边是一个车库，因为这个房子的车库是 L 型的，或者另外一边还有两个车库。然后再往左手边，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是一个主餐厅，主餐厅也是地毯的。那如果您觉得地毯不是很干净，想换成地板的话，还是比较便宜的，地板的价格是1.99块左右的一个 square footage 的这个复合地板。再往这边走呢，还有一个门，打开这个门就又看到了两个车库，所以这房子有三个车库。这边是一个双车库，车库的旁边是，这是一个洗衣房。洗衣房里面就到了厨房的位置，厨房是很大的，中间有一个大的中岛台，然后四头的炉灶煤气，上面是有抽烟机有烟道的，因为这个房子是2010年的房子，所以这个年岁的房子都是有烟道的，不用担心。大理石台面和这个 sink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，但是大理石台面不是一个升级的非常高级的大理石台面。再往前走就到了大的高挑的客厅了，这个旁边是一个储藏室，这是一个 pantry。 然后这个大客厅是高挑的，客厅的旁边，这边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。客人用的洗手间再往里走，就到了主人的主卧了。主卧也是地毯的，但是主卧的面积很大，因为房子整体面积有4100多尺，所以每个房间的面积都是比较大的。主卧是有壁炉的，然后再走进来就是主卧的洗手间。两个洗手台，中间是浴缸，这个设计也是比较规整的一种设计。然后右手边是淋浴间，淋浴间的保养不错，打开门看一下淋浴间里面哈，会有一点点霉渍使用的痕迹，毕竟这个主人还住在这里。
这是一个马桶间，马桶间旁边的这个门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就是一个放杂物的小储藏间，然后再旁边的门打开就是到了它的衣帽间了。衣帽间还是蛮大的，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。一上到二楼，先是最里面是一个卧室。这个卧室是没有洗手间的，洗手间是在外面。卧室的外面这个门是一个洗手间。洗手台，然后马桶间，浴缸淋浴。再往旁边走是一个放映厅，这个放映厅是比较大的，还是阶梯性的一个放映厅，它有两节阶梯，所以这个放映厅用起来挺舒服的。从二楼看到一楼是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去楼梯的另外一面看一下。楼梯的另外一面呢，先是一个活动室。二楼是有一个阳台的，阳台比较小，看出去，因为这个房子没有景观嘛，所以看出去就是邻居家的院子。活动室的另外一边呢，是另外一个卧室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从活动室出来，在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卧室。这个卧室的面积算是比较中规中矩。卧室的旁边是洗手间，洗手间是跟另外一个卧室洗手间连通的，一个洗手台。然后再走过来是马桶间、淋浴间，这边是浴缸、淋浴间。再往这边走是另外一个洗手台，连通的是另外一个卧室。整个房子4100尺，只有四个卧室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它这四个卧室的感觉比较小。房子是双楼梯的，所以在楼上第四个卧室的旁边就是楼梯，从这个楼梯下去就是厨房的位置。好，我们从这边这楼梯下来，就到厨房的位置了。双楼梯比较方便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院子看看。一打开门有一个 patio，做了一部分的硬化，这样一个亭子。
院子的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，其实一下子就看到边儿了。就是这样的一个院子，这个院子比较小，所以是做不了泳池什么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，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。我是 EJ， 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